千面人，你们有什么凭证？啊，我现在就接下他的假面具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放！我跟你赌一两银子，我猜他是千面人。哎，不行啊，我也是赌他是千面人呢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们这两个混球啊，他是不是你们爹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你们还在这儿起哄啊？还不赶快去帮着你爹把他们给拉开？不，奶奶不成啊！ 万一他是真的千面人的话，这一放的话，待会儿我爹回来不把我们揍扁了才怪呢。对，哎，不能放他走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来，你们来看，他是不是你们爹？好，你们来看，他是不是齐庄主啊？我看你们呐。 还是千面人派来探庄的。哎，不，我们是来抓千面人的。你们就凭你们这个料，也想抓千面人？哼，做梦！你们分明是千面人派来的。胡说，我们才不信呢。 那么我也不是千面人，但是你们两人对我总该有个交代。刚才就算是个误会，请庄主原谅，请庄主原谅。好了，我念你们对我并无恶意，我也不跟你们计较，请坐吧。谢谢庄主，多谢庄主。哎。 你怎么还把他们留在庄子里的？赶快把他们送走！娘，不会有事，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庄子好，不能怪他们。庄主，我们是德清王府的人呐，因为最近齐家庄常常有行踪不明的人，我们想，一定是千面人来探路，所以郡主就派我们来这儿，想把千面人擒拿归案。 嗯，对，而且此人啊，竟与易容术上回他还扮咱们王府里的海总管，潜入王府去把那玉佛手偷走。哎，这也不能怪你们，这只怪千面人太精明。哼，他再精明，也逃不过咱们郡主这聪明的头脑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干什么事啊？这庄主，你是庄主啊？是。 庄主，此人鬼鬼祟祟在庄外，我看他行迹可疑，所以带进来见庄主。哎，海总管，小蜜蜂，小羊糖。哦，他就是你们王府里的海总管。是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德清王府的海总管。哎，现在你们知道我是谁了，总该放开我了吧？好了，没有你们的事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是。 委屈您了，您请坐。张主席，您请坐。海总管，你怎么来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好几天没有回府，郡主放心不下，特意叫我
到戚家庄来看看。哎，小糊涂呢？啊，小糊涂啊，小糊涂，他在后庄里等着逮那千面人。小糊涂在后庄等着逮千面人。哎，哎呀，他那个糊涂劲儿，他能逮得住千面人，他不让千面人逮去就不错了。爹，好了，现在事情都解决了。 但是也该谈谈我的事儿吧。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跟他的事儿啊？不，爹，应该是我跟他的事儿。不，我了，是我。他喜欢我。奶奶，奶奶，不管是别吵，别吵。杨桃姑娘，哎，你说，你到底是喜欢老大呢，还是喜欢老二？ 杨桃，你快告诉我爹，你说你要嫁给我，你把嫁给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弟兄两个倒是蛮有意思的。小杨桃，难怪你不愿意回府啊，原来你是打算在这儿成亲呢。哎，海东怪你。 不过，小杨桃，你要知道，这成亲可是终身大事，一定要禀明郡主做主。海东官，我明天一早就到王府见郡主。 谢郡主，启禀郡主，齐家庄齐老庄主求见。老庄主，这就是咱们王府真得郡主。草民齐大王叩见郡主。老庄主免礼，请坐。多谢郡主。 启禀郡主，小的奉命前往齐家庄，已经见到过小蜜蜂他们，原打算一道回来，不过，他们出了什么问题？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王府几位贵差，精明能干，身获敝庄，上下一致欢迎，所以想挽留他们在敝庄多盘桓几天。 唯恐郡主不允，所以草民特地亲来请示。老庄主如此好客，本宫岂有不允之理？不过，他们三人身负要务。郡主，此事草民也已知道。今日草民冒昧求见，也就是为此而来。哦，郡主。 贵王府被窃珍宝玉佛手一座，显然是那飞贼千面人所为。敝庄不幸一遭光顾，被窃走明兰花草一盆。老庄主何以确定是那飞贼千面人所为？郡主，贵王府与敝庄两岸。 如出一辙，那羌面人精于易容之术，令人真伪莫辨。那飞贼窃取贵府玉佛手之时，竟易容侨办成贵府海东馆；窃取敝庄明兰花草之时，那飞贼居然以草民齐大鹏的姿态出现。 那飞贼千面人居然如此神通广大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不知郡主是否已有擒贼之策？本宫早已料到，那飞贼迟早会向贵庄下手，所以才指派小蜜蜂他们三人。 以牧民艾兰为由，留在贵庄守株待兔。
没想到那飞贼千面人仍然棋高一招，只怪小蜜蜂他们三人办事不力，致使老庄主蒙受损失。等他们回来，本宫一定严加惩治。郡主，此事不能怪他，那千面人易容之术确实高明，令人真伪莫辨。此事若无万全之策，若想他们落网，只怕相当困难。老庄主有何高见呢？郡主，毕庄已严加防范，但是千面人出没无常，而且易容之术可以假乱真，实在使人防不胜防，故此草民丧其郡主只是机宜，草民愿尽全力效命，希望能将那飞贼捉住，绳之以法，永绝后患。嗯，我一时还没有万全之策，我看这件事儿必须要从长计议。郡主，郡主若有什么差遣，草民亦不容辞，但愿一举擒获千面人，一劳永逸，以绝后患，从此大家高枕无忧。那么本宫先向老庄主致谢了。郡主不必言谢，但求郡主能够答应草民一个请求。老庄主请说。此事实在是草民有点冒昧，实在难以启齿。齐远郡主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齐老庄主的公子看上了小杨桃，有意来提亲。哦，不知郡主可否成全。老庄主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只要小杨桃他本人愿意，我绝不反对。不过嘛，当急之务是要抓着那飞贼千面人，等把这件事儿告一段落之后再谈论婚事，老庄主意下如何呢？是，草民谨遵郡主之命。郡主若无其他吩咐，草民就此告退。海总管在，送齐老庄主出府。是，草民告退。小蜜蜂，我是很喜欢杨桃。小蜜蜂，这些个日子我可待你不薄啊，你可多帮忙我一点啊。这杨桃，我跟你说嘛，哥，你看他嘛，好像我偷吃了你采的蜂蜜，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不走。哎，琪儿，你到底想干嘛了你？对不起吧，我不是故意的嘛。哎，你们兄弟俩把我给吓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兄弟两个一步也不
也不停地盯在我妹妹身后边，到底要选谁？哎，那当然是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奶奶说过长幼有序哦，我是大哥哦。哎，你千万不能跟我争杨桃哦，这样的话人家会笑话哦。哥哥，这个感情都是不分什么长幼有序的，你如果怕人家笑话，那你把它让给我。那怎么行？听话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哥哥我娶了媳妇儿，成了亲呢，我一定会很快帮你找个新娘子，可以吧？我已经找到了，不要你多事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杨桃是我的，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啊！哎，奇怪，你才说不清楚了。你当哥哥应该让给弟弟，这个老夫子说你兄公弟友。哎，这意思就是说你弟弟要听我哥哥的话。我什么可以听？就是这个我不同意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？都奶奶把你宠坏了。宠坏了？你先生下来的，就算宠也是你多宠好几年呢。比坏的话，你第一啊，我才比不上你呢。啊，反正我心里明白，哎，杨涛喜欢的是我，而且我又是老大，哎，所以我的希望是最大，可以说是十成。十成啊！哎，那全都给了你，那我就输定了。那当然了。我有这样的妹夫啊，我可是三生有幸啊。哎，小蜜蜂说这话才够朋友。我如果娶了杨桃，我会对你很好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等庄主回来就知道。吵了半天嘛，又好笑，大家都看笑话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爹回来。爹回来了。爹，是不是我？爹，我对不对？你们俩都是，都不是。爹，郡主是怎么说的嘛？郡主的意思是，等千门人的案子了了以后再谈婚事。啊？那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嘛？就是嘛，那千面人永远捉不到，我就一辈子不娶媳妇啊。杨桃也一辈子不嫁人呐、啊！哎呀，反正啊，你们都等了快20年，也不急于一时嘛。哎，是啊，这婚姻大事，急不得，慢慢来，慢慢的来啊。爹，别泄气，打起精神来。你们娶不娶啊？我不关心，我妹妹可不能不嫁人哦。你走了。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你的。哎呦，奇怪，这小蜜蜂跟小糊涂他们怎么突然不见了呢？到底跑到哪玩去了吗？不告诉我一声，怎么把人给急死？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赶快回去禀告郡主。趁他们两个宝贝儿心肝不在的时候，赶快溜出庄。小杨桃，小杨桃，宝贝儿。哎，小杨桃，你刚刚在叫我的名字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哎，有啊，我听见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两个心肝宝贝真是烦死我了。小杨桃，我听见了，你刚才说宝贝。宝贝就是我的小名，哎，我听见了，你叫我名字。哥，你少臭美啊！他叫的是心肝宝贝，当然也有我的份呢。算了吧，这个心肝怎么会跟宝贝扯在一块呢？你耳朵有毛病？小杨桃，你
在想什么心事啊？怎么不说话？就是啊，你不说话，光我们两个说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们两个既然知道没什么意思，少说点嘛。那也不行啊，这不说话干什么？就是啊，总不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那不成了大菩萨了？就是嘛。还有你们两位菩萨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让我回府好不好嘛？啊，回府？不行不行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可是人家想我们郡主嘛，我要回府嘛，您不让我回府，我就小脑，你别哭别哭嘛，别伤心嘛，你伤心我也会跟着你掉眼泪的。那你们就让我回去啊。不行啊，你回去万一你不回来怎么办？我怎么会不回来呢？我一两天就回来了。小杨桃你别哭嘛。对，这样好了。我们两个陪你一块儿去见郡主，见了郡主之后呢，再一块儿陪你回来，这样可以吧？这，而且啊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亲自让这个郡主瞧瞧我们，你们郡主啊一定会很中意我们，那这样的话就会答应你嫁给我。小杨桃，我从小，这个我奶奶说，我从小是很讨人喜欢，长得胖嘟嘟的，很有福气，一定会看中我的。怎么样？哎，好嘛，那你们就陪我回府好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弟弟，这是我们要去见郡主啊。是第一次进王府，我们可得好好打扮打扮哦。那你们俩就赶快去打扮呐，否则我可不等你们了。干嘛？弟弟，你好像不想去是？哥，进王府啊，我会怕哎。你怕？那没关系，你就不要去嘛。不行啊，那郡主只有看到你，当然他会答应你娶她，那不公平嘛。那既然要公平，那你就去啊。可是我的心跳得很厉害。好啦，你们干什么那么啰嗦嘛。好，你们两个慢慢在这儿商量，我走了。我陪你去，他不去我陪你去。我也去啊，等我啊。今儿个真是有空，能陪娘聊聊，心里真高兴。是啊，自从玉佛手失窃以后，你一心在查案子，咱们娘俩可是好久没有这么静静的聊聊了。姑妈，郡主，你们果然在花园里啊！真儿今儿个难得有空，要陪我出来走走。姑妈，我给您做了几样您喜爱吃的点心，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呢。慧儿，难为你了。表妹，幸亏有你在府里陪着娘，要不娘多寂寞呀。郡主，你忙大事，我多陪陪姑妈，这也是应该的。等这玉佛手解决以后，我再回去。真儿，玉佛手丢了不少日子了，查了半天，究竟有没有眉目啊？真儿正在加紧查办，我想要不了多久，玉佛手就要找回来了。郡主啊，我总觉得为了一个千面人，搅得大家心不安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你为什么不把他交给官府办了算了呢？表妹，别为这事操心，我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了。郡主，我是相信您的能力，而且破案也是迟早的事情。只不过您太费心思，也太伤身体了。郡主已经这么能干了，也不在乎多办成一件案子嘛。表妹，追查玉佛手是我的责任，我并不是想求表现。
姑妈，我也是为郡主好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呀。慧儿，姑妈知道，你表姐也不会误会你。真儿，说真的，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娘，您要相信真儿啊。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，慧儿的话也很有道理，交给官府去查，早点破了案，大家落个平静，咱们也好向官老王爷交代呀。郡主，您不妨依姑妈的意思考虑一下，不为别人着想，也替姑妈想一想嘛。姑妈年岁大了，日夜不安，我们做晚辈的看了也于心不忍。启禀郡主，小杨桃带领齐家庄两位公子求见。小杨桃回府了。哥，啊，你看我这身打扮如何？哎呀，不必了。你这是鸭子打扮鹅还是扁嘴货？身穿龙袍也不像个皇帝，我看你是趁早回庄里去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哟，哥，听你这口气啊，好像你是潘安在世，那个小杨桃一定会选中你似的。嗯，那当然，你看我是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呢。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。您骂我癞蛤蟆，你本来就是癞蛤蟆。这，王妃驾到，郡主驾到。来了，哥，我不害怕哎。你胆子小，你就回庄里去嘛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就是齐家庄的两位公子吧？是，我叫齐一，齐是整齐的齐，一嘛是一定发财的一。对，我叫齐二，齐是跟我哥哥一样整齐的齐，二是250的二。嗯，这名字倒是很好记的。不但好记，而且好写。两位来王府求见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先说。不，哥，这个长幼有序，你哥哥先说。你先说嘛。你先说嘛。郡主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您不是郡主啊？你看我像郡主吗？郡主坐在上面呢。郡主，二位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我们是郡主。什么？他们俩不见了？嗯，小蜜蜂跟小糊涂不见了。对，好像昨天就没有见到他们两个。哎呀，那一定是被那个千面人给偷走了。偷走了，郡主啊，你看你派人到齐家庄守株待兔，要逮千面人，这会儿千面人没逮着，小蜜蜂跟小糊涂不见了。他们不会不见的，一定是有原因。我知道了。啊？他们两个根本不是被抓走了，是自个儿躲起来的。这样的话，好制造个机会让我跟那个杨桃姑娘单独的接近。才不是呢，你胡说。郡主，他们一定出事儿了。不会的，他们一定还在庄里。你小杨桃，你放心，我们回庄去一定可以找到了。好，那就有劳二位公子了。郡主您甭客气，只是求郡主成全。我们什么事儿？
你说的是小杨桃的事儿？哎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真儿啊，你们在那儿说了半天，又是谁不见了，又是小杨桃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把我听糊涂了。娘，姑妈，是这么回事儿，郡主派人去逮千面人，这会千面人没逮着，小蜜蜂跟小糊涂不见了。哦，真儿，是这样的吗？小蜜蜂他们机灵得很，不会出事儿的。郡主啊，当初我就跟您说过，他们两个办不了什么事儿的。真儿啊，现在既然有人失踪了，那赶快设法把他们找回来呀。娘放心，真儿自有主张。两位公子，昨儿个令尊也曾来过王府，本宫也曾说明过，关于小杨桃的事儿，原则上我同意。啊，郡主，您答应了？郡主，您瞧瞧我，是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您就把小杨桃嫁给我吧。不不不，郡主，我哥哥他是个大草包，我看小杨桃应该嫁给我。不不不，郡主，小杨桃嫁给我吧。不不，嫁给我。我谁都不嫁。啊，小糊涂跟小蜜蜂不见了，我嫁个鬼啊！啊，嫁个鬼，好。小丫头，那我情愿当鬼。对对，我也情愿当鬼。好了，别再争了，这件事儿暂时不急，等把小蜜蜂他们找回来，再把千面人逮着之后再做决定。郡主，好，我就负责把那个千面人把他抓进来。哥，你少吹牛啊，你怎么抓千面人呢？这有什么关系嘛？了不起，我就陪他一个玉佛手嘛。拿什么陪他嘛？哎，爹那个密室里有。啊，齐公子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密室？没有。哎，就是我爹没有什么密室。对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王妃，郡主。大喇叭，哎，小的在。探到什么消息了？啊，哎，这小的我，没探到什么消息。好了，不要再查了，我现在要交给你另外一件事情，你要立刻去办。哎，小的遵命。庄主，有个叫什么大喇叭的求见呢。叫大喇叭？是，谁是大喇叭？此地地一大，准备你的事，你去做你的活去。是。请问你到毕庄来有何贵干？啊？嘿，没大事儿，我来干什么？简直是废话嘛！哎，你这个人，你是安心来找麻烦的啊？哎，您不要生气，我来问。我说，啊，今儿个你不必问我，今儿个是大喇叭我弟弟大来问你的。我跟你从不相识，你有什么事情要问？哎，是，我们是不相识啊，但是哎，我有两个小兄弟在你们庄子里啊。哦，你说的是小蜜蜂和小糊涂。嗯，老太太，您倒是挺诚实的啊。不错，他们两个人是在我庄内做客。哎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哈，少装算了啊。嗯，请你客气一点，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？什么？客气？哎，我这两个小兄弟在你们庄子里不见了，我还客气，我还礼貌？见了，那怎么会呢？哎，你们把他给藏起来了。哎，好像这两天没有见到他们两个。嗯，哎，
嘿，庄主，您这么一嗯不讲话，可就表示承认了哦。我承认什么呢？哎，那要问你了啊。问我？你这个人简直是无理取闹。他们是客，我带着以礼，而且他们两个人跟我两个小孩相处得不错，我干嘛要藏他？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吗？啊？那，哎，那也要问你了啊。问我？哎，我没有把他藏起来，那你叫我说什么呢？哎，嘿嘿，庄主啊，这就奇怪了啊，人明明在你庄子里头做客，现在这两个小兄弟不见了，哦，你就算了啊。哎呀，这人不见，我这是刚刚听你说的，这如今我比你还要急呀。我来问你要人，你叫不出人来，当然急了，这是哎理所当然之事啊。哎，我这。我看你还是找人啊，四处去找找看，这事可不是开玩笑。哎呀，老太太，你不必推卸责任啊！我说过，他们只要一出庄子，必定能跟我联络上。我还来找你们干什么？啊？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哎，大喇叭，我弟弟大，跟他们是这个。好好，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人在。我也不会叫你带他走。嗯啊，哎哎哎，老太太，您可以不必对我怀疑啊，你现在可以把他们给叫出来，然后您就清楚了嘛。我们不晓得他到哪儿去了吗？哦，这么说你们是真的不把我那两个小兄弟给交出来就是了。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。好吧，那我再去问问庄丁，看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俩人出去。好了，说过不必再问了嘛，他们要出去的话必定会跟我大喇叭见面啊。好，就这样，你们是绝对不交出我那两个小兄弟是不是？那我大喇叭弟弟大可就要不客气了。我哎呦嘿呀，说的我是口都干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口干才是真的啊。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那你不相信，那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庄主，这你要是真的不把我那两个小兄弟交出来，我可是有办法让你们说实话的哦。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吗？我假使要有半句假话，那就叫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看你的样儿，好像是说的是真话。我本来说的就是真话嘛。切，那就奇怪了。这两个小兄弟明明在你庄子里就不见了，这事儿。大宝，我看你还是叫人四处找找吧，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。娘，那我自己这就去找。老庄主，那天陈蒙过府面允，要协助本宫追寻千面人的下落，也要追回玉佛手，老庄主还记得吗？郡主，草民记得。郡主，只要郡主有用得着草民的地方，草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好，有老庄主这几句话，千面人就插翅难飞了。郡主，莫非已经查出什么蛛丝马迹？不错，本宫不但查出了蛛丝马迹，而且还获得了真凭实据，证实千面人就藏在贵庄。哦，想那千面人精于易容术，也许此刻就化妆成齐老庄主站在本宫的面前呢。郡主，错不了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一回就一个连连打嗝才引起小蜜蜂咱们的怀疑，依小的看
他就是前面人。对，不，我是齐庄主。哦，这么说，千面人就是齐老庄主，齐老庄主就是千面人。我不是千面人。那么你就不是齐老庄主了？不，我是齐庄主。那么你就是千面人呢？不，我不是齐庄主，我是千面人。我。大老板爷！郡主，交代你办的事办成了吗？回郡主的话，小的搜遍了全庄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小蜜蜂。小蜜蜂人呢？小蜜蜂，小的在这儿呢。小蜜蜂啊，这两天上哪去了？回郡主，小的发觉庄内可疑，就到处的搜索，终于发现一处密室。小的误打误撞闯进了密室，谁知道就出不来了。你进了密室？嗯，那里头的古玩玉器真是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啊，看得我眼花缭乱啊。你发现玉佛手没有？在这儿呢。你找到玉佛手了？当然了。小蜜蜂，把玉佛手交给海总管。是。老庄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郡主，郡主奇告一招，草民心服口服。郡主，草民认罪。草民无话可说，愿受国法制裁，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千面人了。真的？你真的抓到了那飞贼千面人，找回了玉佛手？千面人已送交官府，也通知了各王府，派人前往齐家庄寻回失物。海总管，是玉佛手在此，请王妃过目。嗯，好，好，真儿，你是真的办到了。娘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真儿今后要本着这个原则，治理这王府所属的一府四县。相信永远不会再出现千面人之类的盗贼了。嗯。真儿，这次找回了玉佛手，抓到了千面人，自然是你的精明能干。不过海总管他们也出了不少的力，你要论功行赏啊。是，真儿会的。啊，好。还有那个大嗓门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回王妃的话，小的我叫大喇叭滴滴答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真儿，娘，真儿已经决定把他留在王府当护院了。嗯，好，很好。多谢王妃恩典，多谢郡主恩典。